先给你们看个帅的啊，一刀死，救人没迹象。弄刀，举枪捏球，翻板。回头看一下他怎么走，约瑟夫走外面走，这个窗户这边没有脚印，可以再翻一次。翻上之后就不要照窗户了，走他没有脚印的地方。一拍取消，踩了个板。注意细节，回头看到约瑟夫要进镜像了，悬崖勒马，我们不进。在掐准他出镜像的瞬间，我们再进去。瞬间视野流失，他很难反应，把渔民救下。前面帮忙了一下，他进镜像我没看到，无所谓，反应。这球虽然没有打退啊，但是稍微动了一下，还是能翻板的。看爆发，再关掉，刷新一个球。举球压货，不给他挂。约瑟夫这段挂不上，目标甩上了我，击退。球都不踩，起大先了。当时队友提醒我下个闪快好了，翻窗先向前反走，坐台上捏牌加走位再翻过去，没有弹射拉不开身距，所以再来一球。第二局有名阵鱼女，这局对面带着张狂，可怖的耐受力，先打退一波拖下时间。注意看右边撞大栏，牧师看了台新的，然后教授电机快开了，但教授很远啊，他要看完电机才能过来，所以呢救人的任务只能交给我了。看到丢叉了，赶紧过去。出叉会有很大，先取球，击退一波，摸椅子骗刀，给对面一种我直接掏的错觉，胆大心细，这样才能收益最大化。作家倒地，这位置很难保，试下能不能保住吧。躲一躲了个冲，但是被闭合的话还会长很多。举球先自保，再爆发，刷新时间，跟着净水器找角度打球。可惜啊，还是耐受力更胜一筹。最后一台在脸上，先摸是该打架了。这千人速度是没有限动的，感谢我们渔民网开一面。你们猜我在等什么？当然是等这个水器掉一点或者捡球。他们在教室上瘾，牧师血量很低，跟他一起救。先击退一下，让牧师摸一次，牧师先死。那这刀我就把教授救下。这么打很赚啊，因为我是有 OB 能力的，只要把他救下来又可以扛两刀。现在这个情况，渔女只能先处理我，但是又怕我走地窖，东芝还是怕了，回去挂人。哎，在这里其实可以套路一下，但是我还有鳞片，所以也不是特别怕。牧师在爬，在欠人吗？忍不住了吧？打下来之后直接冲门，他们俩都可以扛到。这局是练习残局，送一刀让队友走门。最后的决战，黑子爆发压迫。这波起跳，作家可以走，但牧师又被赶出去了。球一定要捏死啊！不出球的话，对屠夫就是很大的压迫。互相拉扯对局，就看两边谁按捺不住。练习起跳了，刚刚莫世翻坐躲掉，一判出球，精准一球命中，就把成功三保分牌。最后一局，军工厂黄奕，笨蛋先生秒倒，我来救他。蛋饼鸟贵，蛋饼鸟贵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，世界上先有鸟还是先有蛋？这板区地形比较复杂，就让他自己玩吧，不太好打球。坏了，这先知有点笨啊，感觉要多看一下吹三的视频了。他爆发后摇就飞了我破坏，差点破轮了。先知导板区原本开爆发是想保他的，但是黄奕出来压迫我，垫在弦上不得不发。老状态比较重要，这把我还得二秀。身上有黑圈，常人去脸上偏跟触手，想拖下球的 CD， 可惜黄奕根本不管我。坏了，这个方向不好的预感。送了根触手，这根触手先绕一下，发现黄奕想用本体卡位我，向外拉。黄奕跟触手站一起的话，这触手没法绕了。摸下椅子，被触手秒拍，再摸，利用收集加速反拉，剪刀。主角找千人打，可惜差点减速，角度差了一点。千人飞轮也交扫了，他上不去。先捡个球吧，推点时间。差点他摸不起来，黄奕没有挂卡，先吃第五。尽量把第二次触手骗干净吧，下一波队友还得救我呢。后面还有一根，利用模型躲掉。这里面还有一根，身上没有飞圈，先绕一下。爆发再打云一波，得拖教授电机。虽然拖住了时间，但教授还是被拦截了。这刀鳞片没有点出来，第二次还有触手，难受。被人躲掉一根，跟他说怪教授第二根，让他往后走。椅子前面最后一根，教授用同样的方式躲掉了，就下来了。一根触手把他拍死，但我还有一颗球。欠人了，打下来。黄奕肯定要冲出手，这种情况不能吃啊，再绕一下。教授想骗以前出手，可惜越来越往里面走。是几刀，但是来不及走出来。帮他按住出手，叫他先上去。把他赶的时候，我的飞轮没有点出来，可惜。
黄金期摊了，如果把教授记到这把就38秒，第一个零分被骗了，还有8秒时间。里面最后一瞬间，普攻刀挡住了。上一波的失利，黄金越打越急，内伤也失误了，拉拉队冲出去捞范文，平局保住了。最后一帮的任务交给我，大房递交，这把有没有机会跟三房？左右躲掉一根触手，球量波不能停啊，咬筋不顺后不能被触手拖掉。这根触手给机会了，往大房靠。卡斯也的一刀打断，第二次费了没有点出来的遗憾，就在这一次来弥补吧。